你给我站住！竟然敢凶我！就凶你了，怎么的？行，你先长本事，欺负我！哼，你有本事啊？你有本事就不要一吵架就离家出走啊？那你有本事就不要一吵架就提分手啊？那你有本事就不要一吵架就不做饭啊？那你有本事就不要一吵架就冷战啊？那你有本事就别吵。那你有本事就和好。和好就和好。那我去做饭。那我去吃菜。哎，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呢？对。你在干嘛呢？哎，小七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去参加同学聚会吗？这才一个多小时就回来了。是酒不好喝，还是菜不合胃口啊？怎么不晚一会儿再回来？我想回家给你做饭吃啊。闭嘴！我的男人是来给我做饭的吗？嗯，就不能稳了一躺玩你的手机吗？对不起，小七。哦，对了，你看看这个。又买礼物，又买礼物，天天就知道买礼物，吃个饭也要买礼物。就不能把钱花自己身上吗？算什么男人啊，浪费钱。算了，你呀、要真心疼我，以后就再也别碰家务了。乖，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坐着休息。家务活与你无关。我了，小七还在等我呢。我也很有钱，我哪点比不上他、你别这样，小七会误会的。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去幼儿园啊。有点钱就想多照顾别人的男朋友，真好吃。你们公司上市的时候我们见过的。有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刚喝多了，忘带牛奶。你们还没结婚呢，公平竞争嘛。你说为什么鼠蛇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粮，老鼠从来不觉得自己的粮食是偷来的呢？天天，你站在旁边跟他一样高，你不觉得有压力吗？你会不会也觉得我很矮？怎么可能呢，不会的，因为这样年轻的时候从来不用跟讲，拥抱的时候心的距离是可以最近的。喂，阿姨好。你谁呀、小金呢？他去洗澡了，要不你等一下，我去叫他。哦，算了，不用了，我待会儿再打过来。那行，那一会儿他洗完了，我让他给你打回去。阿姨，拜拜。洗好了，吃个澡吧。这澡甜了。天天，你刚是不是动我手机了？是啊，刚你电话响了，我去接了。那你跟我妈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就说你去洗澡了。是去洗澡了，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妈不是封建思想的人，但你还得注意保护好自己。顺便再天天陪她吃个饭吧。啊！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哪知道你妈会这么想呢？我不管，不管，你要对我负责，就说必须跟我回家。我就接个电话，与我无关。哎，美妮，哎，你昨天逛街买化妆品，好像还有1000块钱没还给我。哎，没看见在打游戏吗？化妆品做减负也太抠了吧！下次。哎，但你这是几个下次了？哎，我没有。哎，美妮，看镜头。哎呦我的妈！微信支付收款到账。你是魔鬼还是秀儿？只要你乖，给你买条街。看什么看？出来吧。我不知道小七在等我吗？哎，你烦死了！他怎么会有你这种妹妹？你看别的女孩子说话都带什么叠词，什么吃饭饭啊？哎，弟弟。哎，不是我说。爱谁谁。喂，宝贝，我昨天太困了，所以就回去睡了，才没回你消息。我那天发誓，绝对没出去喝酒。亲爱的，你酒醒了。